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镜子不见了？你好，靠姐今天肯定要被热死了，她戴了一个冰淇淋帽子，真的是会被热死。今天摄影棚很热，她戴了一个大帽子，把自己头套住。问她说你热不热？她说我不能摘。当然不能摘，这玩意儿能摘？这玩意儿那又没有镜子，又没什么的，这摘了那不搞笑呢吗？晚上好。他说没洗头就戴，没洗头吧今天。我可洗了好不好？我只是今天想睡觉，没下去做头而已。哎，不行了，还是得戴上，没个型儿。哦，我没有看卡克哥哥的电视。Hello。最近在看《亲爱的小孩》。当然重了，不然呢？你以为呢？你连眼镜也没戴。我今天电源完了之后就回来，把眼镜给摘了，然后在沙发上睡了一觉，然后就一觉睡到了。吃晚饭。谢谢响彻胜过圣殿。本来是要助演丹老师的，但丹老师后面改节目了，然后那个节目就取消了。不是官方，是没有办法对妹妹们挑出毛病来。我今天的妆化得很好。我今天就浅播一会儿啊，我得带妆太久了，我已经带妆12个小时了。今天有那个小陈，他说他喜欢我很久了，但今天电影院第一次来。然后他又说他也不出现在直播间，也不出现在房间里面，今天晚上来报道来了。对，就卸妆前看一看你们，看看你们今天过得好吗。我昨天做梦梦到我跟我朋友吵架。今天啊，就发微信骂他。今天早中午啊，今天中午的那个店员是吧，不关心我。他说你做梦就做梦，不要上升我本人。将我的信息刷。今天我发现就是坐下面看，跟看那个视频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怎么惨啊，本来就是然后他在梦里气我，这个是云卧呀，气我，我就要在现实里气他。现场看更有氛围感。哦，对，我给丹老师拍的那个服务还没发给他。我今天真的好离谱啊，我今天就是觉得，对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流口水了。没有啊，你就是好多口水从这里流下来，就容易变。你看，你开始看小琴的那个舞台，就觉得哦，太可爱了，可是这么可爱，我一定要做一个甜妹，我也要像她一样可爱。但后来看她第二个那个天使的圈套，就觉得上火会流口水吗？真不错，是看了之后那个嘴角会不自如上扬的那种舞台。然后后面又看了蒋舒婷的那个天使，又觉得甜妹也挺好。我不知道怎么。我的第二个节目跳初恋你好。太离谱了。决定了跳初恋你好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看不看得到那就不一定了，反正就是看，反正就是跳。刚开始流我就我叫上刘书贤跟陈阿陈能不在，得换一个。然后我这样一擦，我就觉得这边湿湿的。第一个节目是跟卡哥，睡姿不好，我的睡姿很好，压到什么了？主要是跟卡哥那个节目已经排完了，不知道，反正
我想的是，但是如果把它放在第二个的话，万一第二轮进不去的话，那就蛮特别不好意思。谢谢叉叉的荧光棒。你们都是中医吗？你们都是中医吗？你说如果 solo 的话，如果没有进去的话，我可能还能拍拍练习室，对吧？嗯，在那个场借那个场地用一下，还能拍一下。对啊，这种跟那种那俩老六能不能上，嗯，无所谓吧。就是叫他下来排练，如果到时候不能上了，不能上就不能上了呗，还能怎么样？好寒是什么形容词？嘟嘟嘟嘟。替换就好了呀。练习室大概也是留在楼下跳，楼下还有灯光，在教室里面跳有什么可跳？又没有灯光什么的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，感觉这两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泪水滴滴答答。嗯嗯嗯嗯嗯嗯。发生什么好玩的事，也没有发生什么牌子的事。哎，谢谢谢谢奶茶。最近每天都在，就每天楼下都有人。卸妆去了，跟你们打个招呼就行了。卸妆去了，拜拜。不是没睡好。对。对，我这楼下是个舞蹈房，没有啊，睡觉，我睡觉倒没有被打。